玩什么鬼啦？好想打败章鱼鸡排，把他的触手全拔下来，再输下去就解除游戏，大富翁失忆。好想打败章鱼击败超级击败，最后一天到底要不要让我们赢？哦，章鱼击败超级击败，因为我想不到歌词歌唱，所以我要一直重复前面那一段。哦，章鱼击败，你真的击败，玩了半年都没有成功赢。我想一下哦，嗯，章鱼击败，章鱼击败，章鱼击败，一直重复章鱼击败，你就知道我对他有多不爽。等大鱼资讯明天放空你的股票，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好啦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啦，大家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现在单挑章鱼王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就是有我，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把那个章鱼王弄掉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来看看凯凯留言，他说阿啾要不要试试看，就用一只角色跟他真单挑。好的，凯凯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找死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自杀。我来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想自杀的那个想法的话，麻烦就是拨打一些就是生命关怀专线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年了，不需要有这种想法，谢谢。来，我先来用个，好啦，拆掉我觉得可以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昨天跟学长一起玩之后，我发现。除了我们这个游戏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不止章鱼王是我们的敌人，你知道吗？连那个电脑的 AI 也是我们敌人的，那个机会命运，他也是站章鱼王那边的。这个游戏里面只有我们四个人，没有人是朋友，只有我们四个是一伙的。连格子，连机会命运，连占卜师，全部都章鱼王的形状嘛，全部给章鱼王睡过。怎样啊？你们真的是欲求不满呢、欸？这些 NPC， 哇，八根触手了不起哦，这真的蛮了不起的，应该蛮舒服。哦耶！小丹，你也要过去了。欢迎来到大富翁银行，请使用取款机进行。3333。时间过得有点快，卡片在你手里，哪一张啊？转账卡被偷走了，妈的嘞！还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电脑比我们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他等一下会往哪边转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才会在那边放一个路障，哎。如果他不知，像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往哪边走，我们有可能往这边走啊，这样很贱欸，这样不公平。算了，这游戏本来就很不公平。哎、欸，糊涂神撸，而且24小时附身进入灭火状态，24小时，我脑袋上已经有一个捣乱的了。4万，各位鼓掌，谢谢。现在只能走了。哇！免费卡？没有，他付了。他没有用，他没有用，没有，他没有免费卡了。他付了14万给我。我是用车阶级。他，我靠 ！My God！ 他付了14万给我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没事，冷静。欢迎来到大富翁银行，请使用取款机进。32000而已啊。好，我先来升级一下这个，升级就先升你好了。升你，英雄们，开工！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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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好像也没地方可以拆它了。哦，有了，还是有。不许通过！哇，水哦！大爆谁？拿钱撸，各位拿钱撸！欢迎来到大富翁银行，请使用取款机。噔！欢迎六，请点击转盘。啊、我没点呢、欸。81000，各位公道价81000，谢谢。我、哦、拿钱路。请点击转盘，确定您本次获得的能源收入。243000。
魔法屋就得完全按照我的指示。现在停留，停留，然后不行，不能停留，不行。要停留吗？有点尴尬哎。再停好像也可以耶，再停吧。再停，大老千正在拿钱呢、啊。接受命运，大老千狂拿钱，疯了吧？又停了，又停了，大老千又停了。你现在有两个那个，一直停，一直爽，一直停，一直爽啦。进来魔法屋就得完全按照我的指示。现在选择命运吧。什么意思了？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啦？几千路要停吗？没有啊，停可以这样停两回合。裁判不能这样一直停的吧？裁判，金管会有人在洗钱啦！存款啊，停停要停停。布里马塞里马杜，接受命运的人是糖糖又停了，怎么又是糖糖？哦，改进回来哦。哎、欸，糖糖现在没有意义耶，糖糖现在意义不明。现在物价9。哎，这什么姿势？无神！我，嘘，没想到、哦。你也只能甩骰子了、啊，你也只能甩骰子了，对啊。好，等一下甩骰子了。先存档，先存档。好，我先开视讯。进化，进化，喷香水，喷香水，喷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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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放这里。这是自成的。我跟糖糖合体了。好，来来来来。啊、哦、，OK。走了，糖糖走了。就剩一盖了。大老千，你该不会又要去能源中心了吧？老板，老板有老板，你不要闹哦，老板，没钱可以给你了。我工资快被你掏空了，老板。我真的好热哦，我天哪，我真的好热。好，但我等下大爆闪，我要走闪这个地方啊。我觉得二干，哎、欸。稳住，冷静，没事。片在你手里、哦、显得有点不合适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稳住就好，稳住就好。进来魔法屋，催回载具。他拿到查税卡了，等一下大老千看要不要，等一下把那个钱存进去。他没有载具了。啊啊！而且他刚踩到地板，炸弹会爆炸，对不对？欢迎光临。哎，经过不会对不对？经过不会。我看着你们表演，可恶！等下赚九万，他14万。哎，怎么那么多、啊？他怎么有车啊？我只是条追着鹦鹉螺的老章鱼。干！卡片在你手里显得有点不合适。哎，免罪卡被拿走了。一。这让我想起了职业生涯中那次最屈辱的失败。没事，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各位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他如果再给他乌龟一次的话，他会变五天，对不对？他会变五天，所以就是等等等等等，会啊，会，这是累加的吗？他是累加的，是吗？对啊，我是啊，是啊。那看来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刚刚等一下，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放？格子什么意思？只能放自己嘞？为什么？可是格子有显示可以啊。还是他有乌龟了？他身上就有乌龟了。哦，了解了解。看来是我疏忽了。好幸福啊！再乌龟他，结果迷之操作，用遥控骰子，用机器娃娃迷之操作，哈！乌龟放不到，各位，乌龟放不到。
往上右吗？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保险起见。这真是个大玩笑！感谢运气。哇！哇！终于！Oh my god！ 太好！终于！我要哭了！我天哪！耶！我的天哪！我终于贴到一破了！看！我的妈呀！终于赢了！你看我都哭了，你看我流眼泪，我的妈呀！啊，真的很难打、欸，难打耶、欸！哦，哦，最后一天了！天哪、啊，太感动了吧！终于赢了，而且全部人都活着、哦，没有人死掉，真的。没有人，而且我们还没独挡，我们没独挡，我们没有独挡。干，太猛了吧！总会员哦，太多懂内了吧？干、哦，最后一天，我们终于。谢谢小丹尼，谢谢大老千，谢谢沙龙巴斯跟糖糖，还有谢谢大家。哎，干，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我真的是会很多名字操作哎。